虽然现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十分严重，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湖水十分的清澈透明，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啊，就是六个晶莹剔透的湖。史费拉湖，史费拉湖位于辛格维德利国家公园。1789年，因为地震造成北美板块和亚欧板块之间形成缝隙，附近的兰格库尔冰川融化的水会经过地下熔岩，熔岩将这些水过滤30到100年，然后流入缝隙中。所以史费拉湖中的湖水十分的清澈，在湖面上可以看到水底100米的景色。这里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两个板块之间潜水或浮潜的地方。地怀科鲁普普泉，地怀科鲁普普泉位于新西兰，以清澈的水和排出的水量而著称。地怀科鲁普普泉每秒可以产生14000升水，大概可以装满40个浴缸。泉水在春季可以保持恒温11.7摄氏度，在岸上可以看到水底63米的景色。到2011年为止，这里被认为仅次于南极冰川下的水，毛利人把这里看作圣地。翠湖，翠湖位于奥地利施蒂里亚州特拉格斯村，湖的周围是山脉和森林，因为湖水是翠绿色的，所以被叫做翠湖。这里的湖水来源于喀斯特山区的融雪，冬季湖深只有1到2米，春季湖水可达12米深。每年到了7月的时候，湖水就开始变浅。湖中还生活着很多小型水生动物，因为湖底多岩石，所以湖底植物数量很少。湖底还有一座桥和一条长凳。九寨沟，九寨沟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的噶尔纳山峰北麓，海拔在2000到3106千米之间。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中一共有108个高山湖泊，九寨沟的湖水终年碧蓝澄澈，明丽见底。随着光照和季节的变化，湖水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九寨沟景区中一多半都是采林，采林中有2000多种植物，林地上有厚厚的苔藓，散落着各种鸟兽的鳞毛，充满原始森林的气息。安博格里斯，安博格里斯是伯利兹最大的岛屿，该岛屿有290公里的珊瑚岛，清澈碧蓝的海域，世界顶级的垂钓、潜水和浮潜环境。浮潜时还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海洋生物。距离海岸1.5公里处还有霍尔善海洋保护区，在那里可以看到海草床和红树林。梅利萨尼洞，梅利萨尼洞是位于希腊凯法利尼亚岛的一个洞窟。在希腊神话中，梅利萨尼洞是仙女居住的洞穴。梅利萨尼洞与希腊的米利萨尼湖相连，洞口处长有植物。这个洞穴是因为2万年前的地震形成的，其中有碧蓝的海水，湖底布满了石头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洞壁也是蓝色的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一只传播奇闻趣事的兔子。